都什么玩意儿啊？就奶瓶，拨浪鼓，就衣服，结巴，这都啥乱七八糟的呀？你看你这个人，什么叫乱七八糟啊？你得仔细看，你仔细看完了以后怎么样？他是有点乱七八糟，这不还是乱七八糟？但是他有纪念意义啊！你就拿这个记账本来说。等会儿我看看，我看看吧。嗨，这不是生妞妞的时候记的那个账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给大伙念念啊。你看，生妞妞的时候，老刘家送了半斤红糖，老赵家送了二斤小米儿，老钱送了四个鸡蛋。四个鸡蛋你也记着，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这里边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啊，那还要从一个风雨交加、嘁了咔嚓的夜晚说起。我得出来，走。那年，我还在不。但是我想问一下，你这斗风这么有特点，是啥牌子的？是啊，这是别动啊！你不知道啊？哦，爸妈，这可是一个宝贝，宝贝，宝贝。等会儿我怎么没见过这什么宝贝啊？妈呀，这是尿戒指。尿戒指？这不是一般的尿戒指哦。什么？用过的尿戒指。你好话，我你这拿出来干什么？大姐夫。你不能因为取胜你瞎说呀！真是，妞妞那个时候都已经用尿不湿了，谁还用尿戒子呀？我没说这是妞妞用过的，谁用过的？我用过的。你们别笑，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，就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，这些东西那可是稀罕物，太珍贵。我刚出生的时候。我们家那会儿经济条件不好，我妈妈准备不起这么多尿戒子，我当时尿又特别多，街坊邻居就把家里边珍藏的尿戒子送到我们家。我妈跟我说，孩子，人这一辈子要学会感恩，你要记住街坊邻居的这份恩情。有些人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我是用着百家尿戒子长大的。大姐夫真尿性，我承认。是啊，现在我们缺少的就是邻里间的那种情感。以前不管谁家有大事小情呢，那邻居街坊全来帮忙，可现在有多少人不知道自己家邻居长啥样。是是是。二姐，二姐夫，哎，对不住了，我的票不投给你俩了。我要投给我大姐夫小米粒儿。你就是个叛徒。对对对，我和你爸那票也不投给你们了，也投给你大姐大姐夫。妈，你也是个闭嘴。哎，行了，现在都别吵了，给我大姐夫投票。哎，来，投票投票，干嘛呢？快举手。我宣布大姐夫全票通过。谢谢谢谢。